弟弟呢？弟弟他们家呢，上午农活，晚上农活，也有七晚七夕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上班回来没办法了。有啊，从人民来人民好了。那你到哪地方了？你这个营销活，你上不上？你上不上活地方去？你看你打，你看你玩，你上农活上农活噶，干么用噶？你全部上给钱人家，是不是？那弟弟呢？我买这牛。去养收嘛，去养收，你慢慢和这帮子去。那个加班费，我的派小费呢？平台上啊，一我的手机嗨一下就可以啦，嗨解决事情，慢慢再帮他。你全部搞住，搞住搞住的，你搞住啊！别没单着急那个。那你做好了，知道了。那人你没有责任。你这边打，你当然得帮人家打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生活的那你全部都不搞住，特别搞住啊！不玩啊，因为我做皮鞋做噶，做做边个做？你呢个又要收齐嘅啦，呢个唔得，你执翻直佢，你黐翻同埋执翻直佢，冇办法，好嘛？唔好要啊，你叫唔要系？系啦，你又知道真系，冇办法。OK， 我而家咪有钱游喺佢之后去，佢啲嘢唔妥咧。就你的徒弟是你教出来的。那哥哥以我你在油圈那里就好啊，你说放不放过，你讲极都不听的，我不是，即是有时的事你想我怎样。前面二寸那里都有寸半，是不是？那个设计那个呢就做白色，那就没那么艳咯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他做前面这个色的，哇，做个木纹色的，就给他，就又被人插。嘥咩？唔好玩啦！嘥水，妖洗个油草嘥你几多少时间啊？真系，哇！你下下买个新嘅油草啊？定旧水啊，大佬？肯洗？我有即系老实讲，我几多少油草俾你啊？屌，日日油草浸捻住，啲油草都会干噶嘛？啲油干捻咗，唔通又换个新嘅油草啊？系咪先？系你搞出嚟嘅。哥哥烟话。我都有咗船影，听唔响喎，唔得唔得啦，个谷旧，系嗰啲胶嚟嘅，你打唔到，我哋重修就你呢个个头。哎系啦，前面嗰度又系啦，系啦，就执佢啦，系冇办法。最紧要嗱，最紧要窗边，窗边一定要直，呢啲话一定要直。系啦，啊一定要直，系。才知道说现在间需要多么坚强，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河。